最不能错过的就是享受海底温泉了。位于绿岛的朝日温泉是台湾独一无二的海底温泉，也是全球除了日本九州以及意大利西西里岛之外的海底温泉。这个温泉的特色呢，就是氯化钠泉嘛，这个是世界仅有的。正前面可以看到，就是一个最大太平洋。那在泡温泉，它另外一个最深的艺术就是黑潮这个负离子。那么这里呢，早上也提供了一个叫元气早餐。我们利用这个90度左右的高温的涌出来的温泉呢，来煮食我们的食物，让你去品尝原汁原味，那也带一点咸味的一个元气早餐。然后我们也看到潮间带的海草也融入到我们的饭里面，那吃起来就是健康，享受大自然的这个产物。除了泡汤之外，来到黑潮暖流必经之地的绿岛，最不能错过的活动就是享受潜水乐趣了。这片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的珊瑚海域里，水中世界令人惊艳。这里的珊瑚种类多达350种，与澳洲大堡礁的珊瑚种类相差不远。加上缤纷的热带性海洋生物及各种珊瑚礁鱼类，令人目不暇接，大呼过瘾。绿岛是属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岛屿，在海里面的所有的生物呢，你到国外去都看得到。所以台湾的这些潜水客，你不要浪费这些钱到国外去，只要来到这一座岛屿就可以。那也欢迎国外的潜水客来到这座岛上，一起来参与这个潜水的盛事，这样子。在这片拥有世界级的景观中，让人洗净俗世的烦扰，享受大自然的魅力。